知道让我叫他老婆，真的是我被你们指挥的，你们要跟着我的思路走，跟着我的脚步走，而不是我跟你们走，知道吧？来，张三给我点到30万，我不是30万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是帅哥姐们，怎么不点赞赞呀？怎么不给阿子点赞赞了？怎么还一直停到那里？把阿子的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来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，好吧？赞赞点起来。来，阿子墨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约到了。然后呢？你爱不爱我？现在是你给我表白，不是我给你。哦，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游戏的吗？我以为我以为是真的跟你表白了呢。这是谢谢点赞，来帅哥姐们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说帅哥姐们，这是游戏哦，就是我跟他打 PK， 然后我输了，我跟他表白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刚才我所说的这些话也带着有心里话啊，也是相当于虽然说是游戏啊，用这种方式。游戏，但是呢，正儿八经也是心里话啊，真的。你阿子墨啊，我来找你吧，还是你来找我？啊、我来找你吧，我小猫在家。你来找我是吧？嗯。这马路边黑黢黢的，背后都看不到，你不怕吗？那你来找我吧。你不怕后面来一个这样子？阿子。啊！我现在不要黑黢黢的坐在这里吗？等一下，你后面伸一只手出来，这样子。Oh. 阿子，你在干嘛呢？哎呀！阿子借我不算，叫二伟明天出来。这不算的，怎么才叫算嘛？我跟你们讲，这种不算表白的话，那什么才叫算表白？我已经说喜欢他了，已经说我爱他了，还要怎么表白？来，伟哥来我家跳舞吧。那我来你家玩吧啊。来我家跳小野猫。跳小野猫。好，那先挂了，我来找你好吧。好。OK。感谢点赞，叔叔还跟姐妹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啊。等一下我去，刚才我虽然那种玩游戏表白了，然后呢我现在现场去找他，好吧？现场这边蚊子很多，这边蚊子特别多。我现在去找他，然后呢，现场跟他表白，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现场跟他表白，然后抱一下他，好吧？抱一下他，好不好？感谢点赞，谢谢各位帅哥们，欢迎来到直播间啊！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啊！来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我现场去，我这么的啊，叔叔一个姐妹，这么的啊，我现场去他们家找他，然后呢，我用游戏方式来让他抱我一下，然后再哦不是，我抱一下他，然后再亲一下他，好吧？亲哪里你们说了算啊？亲这里还是这里还是这里还是这里？好吧？啊，非常感谢大家啊！叔叔一个姐妹，咱们把赞赞点。他小妈赶走你不怕吗？他小妈应该睡觉了啊！他小妈应该睡觉了。再说了，我昨天答应过他小妈，一天把子墨给他这300块，就不说我了，知道吧？支持是吧？来吧，那咱们去找阿子墨好不好？咱们去找阿子墨。太累了，最近呢比较忙，所以没怎么运动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快点去找阿子哦！对哦，真的要去找阿子了，再不去找他都生气了。等一下，咱们现在出发啊，去找阿子墨。我去找阿子的路上，在路上锻炼了一下，这50个没有问题。我以前也是当。退伍军人啊，当过兵的我也是，3年，50个没有问题，100个都没有问题，只不过这个要经常锻炼才行的。现在到他们家门口了，我怕他那个
我怕他小妈没有睡觉，就麻烦了。今天剪了个头发，感觉怪怪的，这灯光不好。到门口了，对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在干嘛呢？这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哥吓死我了。哦。我的，没有来了，我那个。那个什么？那个朋友。老姑嘛，这不老姑嘛，朋友。这个。Hello。吓死人。好久不见哦。你吓到我了，伟哥。啊？你吓到我了，我在干嘛？吓到我走了。好的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怎么都没有声音呢，伟哥？我走了没有声音吗？你都吓死我了。我到阿紫梦这里了啊，这个安全到家了。你刚刚去哪里了？安全到丹布滴滴了啊！我刚才在你们家楼下。之后呢，有一个，阿姨，找我打了一把 PK， 然后就上来了。嗯。好久不见啊！现在来到了阿紫梦这边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让阿紫跳舞给我们看，好不好？那个啥，这么他也会跳，帅嘛，他也会跳这个舞。阿伟哥也会跳这个舞哦，因为他上一次在这里学过的。我跳不来。你跳，你赶紧跳来说，来。怎么跳？来，我们俩开始。怎么跳？差不多了吧？
谢哇！谢谢谢谢，来我们4000个人把渣渣点起来，跳的好不好，帅哥姐们，看到没有，阿伟哥也会很会跳吧？他教我的啊、哦，他教我的，我跳过，我就知道这个动作嘛，对吧？这摇起来就不行了嘛。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跳，只不过我看到他跳的很好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是这样跳，我就跟着这样跳嘛。对，我是乱跳。来，我们这边4000个人，阿伟哥3500个人把渣渣都点起来啊！谢谢谢谢。4000加3000就7000多个人啊！直播间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，各位把赞赞点起来，好吧？对的，对的。赞赞点起来，对，赞赞点起来。哇，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对，各位把赞赞点起来，咱们。然后这么的啊，帅哥姐妹，这么的，咱们所有人啊，我那个啥，我连阿紫梦，然后啊。没电了，我的。这个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。那个这样子啊、哦，因为阿紫我们两个现在在一个地方了，对，在一个地方了的话，就用一个直播就行了。对。我那个我连阿紫梦，然后呢，咱们这边我那个我连阿紫梦，然后呢，咱们这边3500个人全部去阿紫梦直播间。来这边跳舞吧，来这边跳舞。所有人去阿紫梦直播间吧，然后呢，咱们用阿紫的直播好不好？对对。然后给大家聊天，给大家跳，我们两个一个人唱歌，就一个人跳舞的，给大家表演一下才艺，好不好？对，可以。虽然没什么才艺啊，但是呢，就大家娱乐嘛，对吧？开心。来，对，娱乐娱乐的玩，好吧？来，直播间3000个人全部去阿紫直播间，好吧？所有3000个人全部去阿紫直播间。然后我们用阿紫的直播，然后没有关注的给我点个关注啊！我这边就下播了啊。对。来，帅哥姐们，来这边。对，没有关注主播，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免费的关注。然后呢，关注了的就去对面啊，去阿紫直播间。来这边看跳舞。然后我们用阿紫的直播吧。对。然后给大家聊天，好吧？我也跟阿紫梦学一下他们这边的舞蹈，好吧？来这边。来，所有帅哥你们，全部去阿紫直播间，好吧？全部去阿紫梦直播间。全部去阿紫直播间，然后我这边就下播了啊！我这边就下直播了，我要去阿紫梦直播间，看看他跳舞，好吧？看看阿紫的跳舞。我这边下直播了啊，拜拜！啊，我这边又下直播了啊，全部去阿紫梦直播间。对，来这边，来帅哥姐妹都来这边。然后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啊、嗯。这么的啊，我们去用对面这个直播啊，就是用阿紫梦直播。对的。然后呢，我这边就下直播了，大家去阿紫梦直播，然后一起跳跳舞、唱唱歌、表演一下才艺给大家看，好吧？对对。然后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啊，谢谢。没有关注主播的，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我就下播了啊！我数3、2、1就下播了。你们，那个啥，3、2，来这边吧，帅哥姐们，来这边。1，我下播了啊，拜拜。